卸妆不卸。没人认识我吗？这样真的吗？我把灯开一下啊。太黑了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，不行，太亮了，还是暗的。唐毅的妹妹，唐毅的妹妹。晚还没睡，你以为啊？主播没有那么早睡着的，主播没那么早能睡得着的。你说我刚播完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刚播完，都是要一个人呆一呆，发发呆，发发呆呢。有没有搞错？搞错啦！我是唐毅的妹妹，不是唐毅。手机这么放不像是吧？这样放呢？这样放像吗？吃过了，吃过宵夜了。唐毅的妹妹，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。吃播走一起，怎么看？没有什么开心的，就是开播了，开心。就是想笑。想听我唱乌梅子酱。会唱，小板栗，好的，我明天看看有没有小板栗，好不好？小板栗，好，记住了，小板栗，你浅浅的微笑，我也不知道我在笑什么。我是什么粉丝啊？我是嘴部粉丝，嘴部粉丝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笑什么。今天看老板冰河时代，我可不会唱，小爱唱的，不是我唱的。不煮面了，我吃过了，吃过了，不吃面。还吃吸溜粉是个啥玩意儿？什么是吸溜粉？他们说这不是本人，嗯，不是本人。我不知道我在笑什么。我从你400万粉丝关注到现在，你见证了我成长。太胖了，我哪里胖了？胖吗？胖吗？
嘴部粉丝就是嘟嘟嘴呀、啊。十级粉丝当然可以合影啊，十级粉丝都不能合影吗？我感觉我胖了，我再去称一下我多重了啊，我称一下我多重了啊。你浅浅的微笑，好重啊，好重啊，好重啊。跟你们聊到，我跟你们聊到一点，聊到一点钟我就去睡觉。浅浅的微笑就像自家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这，喝多了不可能，刚下播多久我就喝多了，我的酒量是有多差啊，怎么可能喝多了。你的花生呢？我去帮你找啊。花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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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生。你什么时候三点前睡过觉？有啊，我有啊，有时候两点多就睡了。花生，哦，他一直在那个沙发上，我就叫他，他一直看着我。花生，花生，我叫你，你过来，过来，不过来是吧？啊，来，花生，我的花生，我的花生，我的花生，啊，花生来了。花生来了，哇，他眼睛是蓝色的，哎，他的眼睛怎么是蓝色的？嗯，好吓人的眼睛呢，哇，那眼睛好好看哦，花生，看到没有？你是蓝色的眼睛，戴美瞳了吗？啊，戴美瞳了吗？哇，他的眼睛怎么这样？我第一次发现，他的眼睛是蓝色的。嗯，什么时候变的？什么时候变成蓝色的？嗯，不是特效，我的眼睛也不是啊，你看，哎，嗯，你这毛都在我嘴巴里面来了，好漂亮哦，他的眼睛，哇，第一次发现这个颜色哎，嗯。哇，你怎么这么好看啊，花生，你眼睛怎么这么好看呢？哇，漂亮，太漂亮了。我猫的眼睛晚上都是这样子的，我第一次发现哦。我把灯关了试一下好吗？哎，哇，好神奇哦，你真的好神奇哦。哦哦，好看极了，真的好看极了啊、哦、太可爱了，来捏它捏它捏它。嗯，你这个毛洞。毛都到我嘴里来了，不给走。哎，怎么不识别猫呢？不捏猫吗？捏猫，捏它，捏它。
捏它，捏。哎，不识别猫猫哎。嗯。那我试着关一下灯，看看亮不亮啊？等我一下啊，我关灯一下，亮不亮啊？我来关灯，快走。没有啊，哦，真的，真的，哇，哇，眼睛呢？你，他眼睛，看，他的眼睛，哇！我第一次看到哎，我真的第一次看到，我都没见过，没见过。那我帮一下你哦。你浅浅的微笑，就是不给走，不给走，不给走。不给走，他在那叹气，啊，叹气，眼睛好好看哦，哦，太好看喽，花生太好看喽，嗯，花生给你玩几天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叫什么？叫叫叫叫叫！不情愿呢，不情愿。嗯，他要吃呢，他在呼我，呼我，你呼我干嘛呢？我抱着你又不开心了呢，嗯，抱着你不开心吗？啊？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，你走吧。嗯嗯嗯嗯，嘿嘿，不高兴呢。不给走，不给走，不给走，就不给你走，就不给你走，就不给你走。哎呦，痛死了！你的爪子，不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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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我的花生太漂亮了。它不挠人，好久没跟你们用小号开播聊天了，跟你聊会天呗，对不对啊？叫啥呢？叫啥？哎，扯到了，哎哎哎！咦咦咦咦！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太好看了，我第一次看他蓝色的眼睛。告诉老莫，花生要吃鱼啦，花生要吃鱼啦。没剪，不能剪，要去外面剪，外面找人剪才行，我不会剪。快被你玩成狗了，大舞台啥时候装修好？还早着呢，我大舞台早着呢，哪有那么快？明晚我会，明天晚上我是一个吃播，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明天晚上我是个吃播，然后我给你们带非常多吃的东西，啊，好不好？做一个吃播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做个吃播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，这什么品种的猫啊？你一下让我忘记它叫什么品种了。哦，金渐层，叫
长毛金渐层，嗯，做吃播你们肯定愿意看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家跟我一样都喜欢吃。手好了吗？手没事了，就今天在开播的时候，我把手一抬，它就搁住了，你知道吗？动不了了，好痛。然后在外面晃，可能一股气在里面。我觉得这只有老人家才会有的，60岁才会有的事情，在我身上也会有。哎呦，这个地方好吗？你知道这里好像有点问题了，这里好像有点问题。今天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啊。手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哎呀，我吃不胖的，我吃不胖，因为我属于那种一吃咱们就那个不吸收。6月份肯定好了，6月份肯定好了。哦，我就适合不务正业的直播是吧？嗯，明天必须要肥肥配合我，肥肥跟我一起吃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我一个人吃到啥时候？嗯，明天可以叫小公主来啊，叫屯屯来吃啊，是吧？家人们，我播到1点钟我去睡觉哟，播到1点钟哦。吃不胖啊，你说怎么办呀？这想胖也胖不了，嗯。还有最后3分钟。我发现这个大舞台的号流量越来越低了，这大舞台的号以前都能上1-2万人的，现在这个大舞台的号都上不了人了。公司的比赛看了吗？没有，但是我知道大家很厉害。然后我们公司那个工会赛，到时候我们会在我的大舞台举办一个彩虹糖的一个彩虹糖之夜，然后我会给他们颁奖。嗯，太晚了，对，还有2分钟哟，再让跟你们聊2分钟哦。小凡，你干嘛了？这是刷啥礼物呢？小凡呐，小凡，你干嘛呢？老板以前会胖吗？我以前比现在还要瘦。可现在可以说我最胖的时候了啊！谢江哥，人都睡觉了，我们家宝宝们都不熬夜的，是不是？粉丝要搬家，我想胖啊！我觉得女人不要太瘦了，女人太瘦了其实不好看，女人还有点肉肉好看一点。啥时候颁奖？等我那个彩，我那个大舞台装修好了就开始，第一场我们就搞一场厉害的。等我的大舞台弄好，嗯，嘴部粉丝多少斤呢？100来斤吧，100来斤吧。最后1分钟哦，1点钟准时下哟，你们都不要熬夜哦，好啊，我们一起睡啊。我现在这样我也觉得刚刚好吧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每次见我就会说啊，你怎么瘦成这样，你怎么瘦成这样，嗯，瘦成这样。你一天不聊老板的，天天聊我，哎，聊我。大舞台起码2个月吧，起码还要2个月，嗯，没那么快呢，咱们得弄好呀，是不是？好，1点了，不跟你们说了。
晚安。明天晚上我用大号，明天晚上8点用大号播啊，8点用大号播，然后我就给你们来一个不一样的直播，好不好？来个不一样的直播啊！我有100多斤，我快110斤了。那舞台忽悠几年了，哪有忽悠？晚安。聊意36计，大佩佩呀、啊，你个送啥礼物？都下播了，你们送啥礼物啊？啊，送啥礼物？下吧，早点休息了，晚安，晚安。嗯嗯嗯嗯嗯，给你们一个美美的笑容，让你们可以做个好梦。想你。想你我就回来呀，想我想我想我就会说。